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轻松编辑相片。如果你想要快速的编辑相片，与其将相片拖拉到 iPhoto 中，其实你可以透过 Mac 内建的预览程式来快速且轻松的编辑相片。方法是这样的，这边有一张我想要编辑的相片，我只要点选上方的工具，调整颜色，我就可以呼叫出类似 iPhoto 中的相片编辑器，让我可以调整相片的曝光、对比、饱和度、色温、色调，或是更多细节。你还可以透过工具选择调整大小，来调整相片的大小以及使用空间，或是将相片翻转成正确的方向，轻松而且快速。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，欢迎造访 CMAC。